觉得剪的对我比较好。这是刚原型抓的，对啊。那现在有变便宜了吗？还没有。越接近过年会越贵。越接近过年越贵。为什么？越接近过年不是鱼货越多吗？就靠近冬天。嗯。那整个内脏取出来哦，还是你一定要干净。油干，它的哦，它的肉是白的。都是肉。肚子都是油，油油油油哈。那你要不要？还有刚有，你要一起装在一起回去吗？今天还不错。对啊。我应该说，那你要是我那个里头有袋子，那你在哪？哦，我想说我那边有小袋子，他可能懒得过去。剪刀是有吗？还有装备是什么？你要装油缸？啊？哦，我看错吗？啊？我你看到圆心就起鱼了，有可能呢。它其实只要海流适合，它都会去。哦。大家刚洗完第二网啊，有时候最多一天可以洗到三网。哦、嗯，你应该是有遇过了，有遇过啊，只是圆心又取了。圆心，他说的。刚看到他发讯。在刀吗？什么刀？在我老婆那。刀。这一次是切放血的吧？对。帮我做一下好不好？没。啊，那这个给你拿。它内脏。哦，有够肥。有，嗯，有够肥。哇。哦，好肥啊！肥滋滋。哦，你弄。这个不要剪掉、哦。好，你帮我那个头，因为我没力气。因为什么要剪掉？不要剪掉。要剪掉。没有，这个不行，因为要放那个，嗯、不要尽量不要把地址，嗯，要做成一片。对。我真的有哎，它这一层都是油。不大只，但是很油。对，我一直，它游到我脚边。环境好了。好了没有？好，这好了，冲一下就好了。
给我去。头尾是，头尾吃掉。头尾吃掉了。下巴一起吗？下巴一起吗？下巴一起吗？下巴不要太厚，一指半，都把它切吧，那很专业的才行。这是船钓的。这是船钓的吗？船钓的。这是敲皮钓啊。没有人。说要吓人的是谁？红色的笔。这好吃的，这清蒸超好吃的。再加一种，加一点皮。这是黑轮的吗？这个好像是附近船家的。另外一个。越靠近过年鱼是会越多吗？还是不见得，还是要看海流。那像如果说煎鱼的话，通常大量来的，通常是比较偏五六月夏季的。哦，气候变迁是多哦，不一定，也是。可是的确好像会有一些习性，就是比如说白带通常都是夜间会跑进去玩，然后早流抓会比较多。哦，所以哎，欸，那货好像就是类似像这种太阳天会比较会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但越冷鱼就越大的，现在他说越冷鱼就会囤积，还是说冬天的鱼好吃？有。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有些人是熟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你是生的，你要看到那个颜色红色跟黄色，你那个太脏了。那我要去装冰块出去。